是这样啊，咱们这个新的小家呢，暂时也收拾出点模样了，啊，另外破产的那点杂事儿，支离处理的差不多了，是吧？嗯，今天呢，咱们就商量商量以后的打算。我跟你三爸呢，这岁数了，找工作暂时有点困难，但是我们俩确实私人户口上还有点私房钱啊。我跟楚木的那个房子呢，现在租着呢，等到租约一满，我准备就把它卖了。加上我跟你三爸这点钱，咱买一个咱们都能住得下的房，好不好？打断一下，我啊妈，啊，这买房的事儿咱另说成吗？现在房价这么高，那凭什么把所有的家底儿都拿去给那些地产商做贡献了呀？嗯，还有，您跟三爸找工作这事儿，以后咱就不谈了。你们的任务就是安心在家静养，实在难受再随便出去逛逛、转转什么的。总之一句话，养家买房这事儿就交给我们这些小的了。你们的钱就存着生利息，等实在要用的时候再说。对嘛，这话才痛快嘛！以后啊，您跟三爸就只负责怎么支出，收入这事儿呢，就全交给我们啦。您就别老琢磨着怎么抢我们的职责了，行吗？那，这是我打工赚来的钱，每个月我能赚3000多呢。反正我的学费呢，由小老头支付，以后这钱就全交给你们二老分配了。来来来，这是我的。我每月工资4000，全都上交了。像我这种勤劳肯干的优质员工，这个薪水今后的上升空间估计还是非常大的。啊，老板，文爷啊，这卡里面有10万块钱，初始的密码是666，以后我每个月还会再往里面打1万块钱的。嗯，等我们这个优质的员工为我们公司创作出好业绩以后呢，那这里面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了。哥，知道咱俩这辈子最大的、最靠谱的财富是什么吗？就是养了这窝孩子呗。太好了，真的，你们真乖。那成，要不然咱房子先不买了，啊，然后现在的家用呢，还是从咱俩那儿支出。哎呀，二妈，啊，我们几个能养家了，这对我们来说是特大的一个荣誉。你怎么死活就不让我们好好享受一下这满足感呢？就是，不许你再装退让了啊！我们花你们钱的时候可都没这么想过。嗯，精辟。哎，好了好了，不说了，收下孩子的心意，收了，收，收。你看多痛快，多好啊！呵，讲这一大摞。哎，妈，好，妈，妈，干嘛？您这钱最好还是让三爸管着吧。就您这下辈子的钱都敢今儿一天花光了美国式理财能力，我们这都是血汗钱，不太安全。我告诉你啊，以后我对别人啊都像美国人，我就对你，我像犹太人。你甭管哪儿人，哎，妈，你不是得先给我们每人一点零花钱啊？哎，对对，是不我们这每天上班上学的这路费？对对，零花钱，对。哎，这里这是1000块钱，谢谢阿姨。那个小怪物，哎，这是你的，一个月的啊，别一天都花了，听谢见阿妈啊？你得必须得懂。哎啊，不是，那怎么没我什么事儿了呀？我这说实话就这下场啊？对了对了，智利，这个不能要，你必须拿着。破产这事儿你已经花不少了啊。哎呀，文姨，我心里有数，这钱您就拿着吧。不行不行，你哥，哎呀，你管。别争了，听我的，收下。咱收下了。收。那成吧，那先存我这儿。你们玩真的呀？真没有什么事儿啊？我这明天我上班，我这坐公车的钱都没有了。哎，对了，明天咱们得给孩子犒劳犒劳，做点什么好吃的呀？晚上？大伙儿都爱吃鱼，没了，做条红烧鱼，成，烧条鱼。然后呢？哎，手撕包菜，可以。薛洋爱吃。再来个红烧排骨。行，仨了。你想吃什么？智利。我想吃栗子。栗子？那来个栗子鸡。啊，行。然后这现在4个菜。再来。薛洋回来了，来。回来了。我的信用卡怎么不能用了？杨，你是学经济的，应该知道破产的程序。茂森国际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你的卡是公司的，当然就会被取消。你以前的很多消费习惯都要改一改了。现在咱们家所有的收支都由文姨来管，她每个月会发给我们每人一笔零花钱，钱数是固定的，而且不会太多。你要学会怎么合理的去用。有些东西逃避是没有用的，必须要学会面对。你已经长大了，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的。
谢谢啊。怎么了，哥？不高兴啦？哎，我们这不争气的爷儿俩，净让你们操心了。说什么呢？谁让我们操心了？我可没觉着我操谁的心。我觉得你挺好，薛洋也挺好的。那我操什么心了？哎，我发现这人特没劲。你以为我没看见呢？你，我装看不见呢。我给你这次机会。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在我眼皮底下偷着给孩子钱，以为我不知道呢？想在咱们家跟我争地位吧？啊？哎呀，有点这意思。哼，告诉你啊，在咱们家，我是永远的 number one。哼哼。哎，我想起来了。嗯。你知道，就咱们小区，出了大门奔东走。也就800多米吧，右手边新开了一健身房，特好。是啊，嗯，有那个游泳池，有网球，网球有点不值，按小时收费特贵。嗯，还有最好的就是有乒乓球室。嗯，我想人家说夫妻共同入会能打折，咱俩一块入个会呗。每天晚上咱吃完饭，咱小小神溜达过去，然后咱一块搭的乒乓球，出一身汗回来洗个澡睡，多好啊！啊？哎。啊？文丹啊，嗯，真是苦了你了。你说什么呢？你看，自从结婚到现在，没让你过上几天好日子，就变成现在这样了。你每天现在又是忙公司，又是忙家里边，每天还得顶着压力，憋着苦给大伙儿找乐子。你看现在我在家待着吧，你又为我……哎，我求求你了，哥，谁也顶着压力憋着苦，你说我呢？我从来没觉得自己顶着压力憋着苦，可真的。我告诉你哥，我一点不撒谎，像毛主席保证，我觉得我从来没这么幸福过。你知道当初我跟你结婚的时候，我那才叫顶着压力呢，多少人戳我脊梁骨啊，连我自个儿子，连楚木都跟别人说，说我妈大妈级傍款族，真的，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冲着你钱来的。现在好了。还有话说吗？他们真的哥，光有钱就叫幸福吗？我真的不这么觉得。你看，咱现在虽说房子不大，但是每天一打开冰箱，里面放的都是你跟孩子们爱吃的东西。而且现在，你想想公司乱七八糟事，什么心也不用操了，咱没了。孩子们个儿也大了，也费不了多大心了，真的。我真觉着好日子来了。我每次在厨房给你们做饭的时候，我就那一边炒菜一边想，我怎么这么美呀？我这日子真的。然后我回头一看，顺门缝看见你手里拿个抹布，这儿擦擦那儿擦擦，我真觉得天堂不过如此了，真的哥。文楠，你真是太有本事了。怎么了？听你们这一说呀，我这心情好多了。好多啦，好，再搂会儿我更好。结婚腻吧，给你这个。装起来不能用了怎么办？不用拆那么厉害吧？不过你要是非得全拆成零件，你心情才能好一点。不能用就不能用吧。嗯，听到你这句话，我心情也好多了。那就还给你吧。这几天我们都只顾着三爸跟薛洋了，你一直都那么冷静，又那么有能力，搞得我们都忘了，其实你跟他们俩也一样，
在面对一个巨大的打击，你又没受过苦，也没遭过挫折，可你怎么就……哎，你不会认同外星来的吧？很有可能啊。你就不怕那天我把你抓回飞碟里面去做实验吗？不怕。你就算真从外星来的，那也是比所有地球人都善良的那种，所以只有我抓你回去做实验的份儿，你是肯定不会伤害到我的。其实我会有这种表现，是因为我的反应速度都比一般人慢了，而这种慢是我自己有意培养出来的。啊？我老妈是个外科医生，所以小的时候我有很多空闲时间都会在她医院里度过，这点你是知道的。外科其实是一个经常要面对生死的地方，有时候我从刚刚记住一个人的长相到听说他死去，其实也就是短短的一两分钟而已。刚开始我会害怕，会难过，听到走廊里面哭的声音我也很想跟着哭。可是后来我慢慢发现，我老妈她总是能和她的同事们平静地谈论着一个个病人的生死。那个时候我才慢慢明白，原来人不是变得漠然，而是必须漠然。漠然在面对一些特殊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最好的保护。可能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吧，让自己学会对一切事情都要放慢反应速度，这样我就能够有足够的理智和平静地承受一般人没法快速接受的事情，这样顺便也可以让身边的人不管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个依靠。可是再慢的反应速度也还是会有感觉的，你总是这样会很累的。所以我就拆东西发泄呀，我会把每一件我想要拆的东西都想成一件一件不好的事情，然后才把它们一点一点全拆掉，等看着它们变成零件以后，我的心情就好多了。你要是愿意，以后再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帮你一起分担。虽然我没有你那么强，但好歹也还算不呆不傻的。多一个人商量嘛，总会好一点。嗯。家里人缓过来点了吧？啊，薛阳应该没有那么快吧？啊，哎，哎，干嘛呀？你干嘛呀？这河里有金矿啊，你冲那儿傻笑？我没傻笑啊，我就是突然想起一事儿，随便笑一笑。随便笑一笑，大哥，你家里现在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你还能随便想个什么事儿，乐得这脸上直往外冒光，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呀？啊，合着我现在只要没一脸苦大仇深、痛不欲生的模样，我就该遭天打雷劈了，是不是？我苦中作乐不行啊？你那什么表情啊？赶紧说，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的事了？没有啊。我就是走了。哎。你总得让我琢磨琢磨怎么跟你说吧。哎，我问你，要是有那么一个人，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跟他待一块儿吧，心里边就特别踏实。不管发生多大的天灾人祸，只要他在身边，你就觉得心里边有着落，比打了地基还稳当。而且他总能知道你在想什么，还没等你开口呢，就给你安排好办完了。反正你就是特喜欢跟他在一块儿，你看着他总顾着别人，把什么苦、什么压力、什么委屈都憋自个儿心里边，你就特心疼，你就特想帮他，你就特……你这喜欢上谁了呀？啊？这真的是喜欢？废话，你今儿刚满月，这都不懂。哎，不对，你现在身边没什么女的呀？你不会是自恋病复发，又对赵文有感觉了吧？不对呀，听着不像。要不就是东西没在自己嘴边，才觉出香了，发现奇迹还是不错的，后悔了。你乱刀砍死我吧你！你发挥点靠谱的想象力成吗你？那就没有谁了呀！你每天除了公司就是家，你还能……啊？不是吧？他现在可是你……是我姐，我知道，是法律上的。那这么说，是真的了？嚯！琪琪，哎，把这给薛洋送过去。哎，都是他爱吃的。哎，对，上次我让你给他那零用钱，你给他了吗？给了，我亲手放他钱包里了。啊，那行。哎，怎么拿饮料买这么长时间啊？啊，小朋友要那玉米汁，楼下卖完了，我去远点超市才有。还有你那栗子，这附近没有卖野生的。我给你拿盘去啊。嗯。姚飞，美女。姚飞，知道你姐好久没吃栗子了，还知道大乐园给她买去。你是不是趁着人家薛洋郁闷的时候，你想真当五好弟弟啊你？嗯？什么当五好弟弟？我这是顺带手的事儿。得了吧，哥，吃饭嘞！来呀、啊，哥。哎。嗯，吃了。哟，这附近还有卖这野生栗子呢？哎，没有，要附近有，能去那么长时间吗？俩钟头了都。五好弟弟，哎呀，什么呀？我就是给小疯子买玉米汁去了，然后顺便就看到儿子。儿子不解释，没事儿啊。吃饭吃饭，哎，唯一，给你这碗。嗯，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哎，都是你喜欢吃的菜。来，吃一口，来，吃一口嘛，吃一口你就想吃第二口了，真的。尝一尝，啊！冰啊，都那么长时间了，不管你愿不愿意，该发生的事儿都发生了。你现在这样，不仅改变不了什么，只能苦了你自己，也苦了你身边的人，没意义的嘛。来，咱振作起来。咱从吃饭开始，咱先吃的饱饱的，然后我们就走吧你。啊？我让你走，离开这儿。干嘛？你又想自己待着啦？我让你离开我们家，也离开我身边。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了，我是个穷光蛋，我给不了你任何东西，更给不了你什么幸福。况且你本来就不是我们家里人，你没有必要留在这儿给我们吃这么多苦。走吧你。你饿晕了吧你？说什么胡话呢？什么我就不是你们一家人了呀？什么你就是穷光蛋，给不了我幸福了呀？你知道幸福是什么意思吗？我不知道，我也不配知道。所以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爱去哪去哪，爱找谁找谁，就当你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家。咱俩就当从来没有认识过。
现在薰儿是非常时期，她发个脾气啊，乱吼一下，你这毛病得多担待一点啊。对呀。不能砸，都是钱。惯他些毛病！本殿下这段日子低眉顺眼的，自己都想抽自己了，居然就换来他这么变本加厉的瞎矫情，还没完没了了还。奶奶的，老虎不发威，他当我是林志玲啊！我告诉你们哈，从今儿个起，谁要是再敢护着这个还没出保温箱的冰坨子，我就跟你们谁单挑。不就是破个产受个穷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都撑住了，凭什么他还趴在地上赖着不起啊？想跟我装烂泥，玩逃避玩崩溃是吧？啊！我再得把他砸成钢筋混凝土，非让他竖起来当摩天大楼不可了！我是是说的对，我也支持啊，我们都支持你啊，支持你。对对，坚决支持你啊！他说的真对，支持啊，支持。走，孩子消消气儿啊。好了，起点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很严重，后果。来吃饭。洗个澡。闺女，你知道女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吗？就是女孩子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得要脸。赵文，你知道吗？我现在特感激你出来了，因为我现在日子过得非常好，非常非常好。所以只要你别再上赶在我周围出现，别再动我身边的人，我非常乐意跟你就这么老死不相往来。对不起了，主母。这次特辑文稿方面，你准备用谁啊？我还在考虑，我想等片子拍出来以后，咱们再。主编，打扰你们吗？是。你有急事吗？这是我上次跟您提过的策划案，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时效性的东西，所以我希望越早通过，马上进入实施阶段越好。Spring 一向以专业著称，我现在打扰完全是出于工作上的不得已，您一定不会介意的，对吧？那你们先忙吧。哎，别走 ，Spring， 本来想让你看看的，提提意见。这是什么东西？我记得我们杂志社好像不是什么八卦周刊，这还用审吗？您的意思是直接通过了？太好了，那我就直接……你这种无聊的装傻，你觉得很聪明吗？那你觉得你这种无聊的指责很聪明吗？
时尚杂志的宗旨就是与时俱进，这个专辑是最好的应和金融海啸的应景之作。我一定会把两个人的对比跟很多时尚场合和时尚品牌结合起来，这一定是一期在时尚中灿烂，在时尚中颓败，一切不离时尚，一切本身就是时尚的避火专辑。主编还没有兴趣吗？你用这种落井下石剥噱头的炒作手法赚回来的所谓的火，就真的让你心安理得认为你在这方面是天才吗？媒体也是需要良心，媒体也是需要品质，现在你用这种手法简直低贱的让人恶心。我贱故我在。我知道您不方便表态，我就当您通过了。思不蕊，杂志要先谈销量，才能谈品质啊。什么？你也遇到烦心事了？每天跟某些低档生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起共事，没烦心事儿才活见鬼呢。哎，还是你起的那个名字好，苍蝇比村姑更适合那个低档生物。来，消消气吧，你自当呢是拿它来练你的抵抗力了。人家医学专家不都说了吗，不能总在无菌的环境下待着，偶尔也得见见脏才能更健康嘛，对不对？嗯， you're sweet， 听你说说话呢，这心情好像真的变得好多了耶。今天在公司里头拍那些照片效果挺不错的，你帮我跟那摄影师说一声，留一套我做纪念。我已经跟他说了，你觉得这种事儿还用你再嘱咐我吗？嗯，也知道你。哎，来了，要不先坐上面。不了，去上次的酒钱不用找了，我以后。哟，现在还能在这种场合里偶遇薛大少，真是荣幸。百元大钞随便给都不用找，破产能破到薛少这个境界，还真是挺少见的，是吧，赵文？啊，薛家破产了？呀。薛少跟从前没什么两样嘛，一样骑着豪华摩托，一样出手阔绰，我都忘了薛家破产了。哈，我先走了。别一遇上我们就走啊，薛大少，你还没有给我传授经验呢。薛家是怎么能够在破产之后还维持着一伸手就能有钱用的幸福生活呀？啊？哦，我差点忘了。你有个神奇的栗子姐姐，她是也不在乎自己老爸当年因为外遇抛弃了自己跟亲妈，也不在乎薛大少就是那个小三生的儿子，一直死乞白赖地保护着你们父子俩，我真不明白是为什么。一直听说她智商挺高的，没想到就是个没心没肺的傻大姐。住口！说什么呢你？什么说什么呢？我在夸你们一家子呢，没听出来吗？啊，一家子哈，那几个新来的成员也不能落下。那个疯丫头跟楚木，现在肯定已经是你们家的顶梁柱了吧？对，人家也是能挣几个钱的。刚才薛少那么阔绰的100元钱，估计就是拿了人家几个礼拜的血汗钱给他挣的吧？耍酷呢？薛少，你真是太有性格了，被穷人养一样还能摆出贵族范儿来，也不管人家穷人心里头滴不滴血，啊？朱浩，我们以前没接过什么梁子吧？就算不是朋友，你是熟人，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我本来就是认家事不认人的，你到今天才知道吗？以你现在的身份，我能站在这儿跟你说这么长时间的话，已经是够给你面子了。叫你一声薛大少，你还真把自己当少爷了。你怎么？往前走！哎，你俩干嘛呀？跟
穷人打架，有损我的身份。来人！把这个人给我轰出去。差不多行了，钟浩，没必要把事闹成这样。不该烫的浑水别烫，小心把自己卷去淹死。你们还都愣着干什么呢？钟浩，学长，不好意思，您起开，是不是都不想干了？起来，起来，松开我，放开我，滚，滚，放开我，起来，滚开，滚开。起电，徐阳在这边跟你吵起来，你快去看看吧。啊，在我门口吗？在供给三号，好像被里边的人给赶出来了。起来，都滚开！起来！您别这样，您再这样，我们只能对你动粗了。您可别逼我们。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敢这么跟我说话？起来，都滚开！住手！起来，滚开！住手！你们想干嘛呀？你们？你看，问他想干嘛？我们是听命令行事，只要他别再进我们的地儿，就什么事都没有。回去。别畜生！你有病啊你！你进去能占到什么便宜吗？走！不用你管，我和你没任何关系了，你松开我！你说没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了，还咋了你还？走！松开我！别再管我了！看见了吧，猪头！人家就是故意逼你出丑，好借机卖新闻拿头条。你怎么就那么配合啊？一击一个爪，喜欢给人家当头甩。谢啦，相当精彩。走。小蔡，拿相机到酒吧街来一趟，越快越好。你先喝口水，消消气。我一会儿，哎。过去就能解决问题了是吗？被人侮辱了，你就这一个本事了是吗？这一招是个垃圾都会，不用你在这展示给所有人看。你听好了，站直了，撑住了，清清醒醒的去面对，那才叫本事。现在全家人都已经熬过去了，就差你一个，我死都不会让你落下的。我让你离我远点，你听不懂吗？谁是跟你是一家人呢？什么你们我们？干嘛呀你？我不用你们可怜，还有那楚墨和文姨，你们每天在那假惺惺装仁慈，救济着我们姓徐的穷人，看着就恶心。滚呐，滚，你滚远点。每天醉生梦死，自生自灭是我自己的事情，我用不着你们管。你混蛋！你说的是人话吗？你张嘴闭嘴穷人穷人的，你有什么资格说穷人富人啊？薛家以前不管是富的时候还是破产了，家里有一分钱是你赚的吗？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撒泼打赖的逃避现实？有什么资格不敢去面对啊？三爸跟栗子姐都已经咬牙撑住了，你还在这装什么崩溃呀？对，说的对，我现在一无是处，我什么都不是，我就是个废物，我只会装崩溃。闭嘴！姓薛的，我告诉你，以后废物、一无是处这种词儿，全世界没有任何人可以在我面前这么骂你，包括你自己。我眼没瞎，我不可能爱上一个废物。谁要再敢跟我面前这么说，
我就跟谁玩命。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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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小两口吵架一会儿就好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那有一个我们杂志社的记者，肯定是那个苍蝇派来拍薛洋的，要不你们先走吧。好吧，你听见了吗？我让你离开我身边，离我远点，你干嘛非要从我身边不走呢？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你留在我身边只能让这些人当笑柄来看待。我都把人给你拉过来了，就是让你大大方方拍的。特写全景你随便拍，拍完了你回去给那个赵文带句话，就说谢谢他这么有心帮我们家薛洋留住这现在最颓废最不争气的模样做纪念。过段时间啊，我一定还会带着我们家薛洋再请他做期专题报道，名字就叫重新崛起。到时候一定让他留够了版面，备足了人马，好好的恭候我们大家。这就算了。怎么了？嗨啊，要我帮你吗？啊，不不不不，我拍我拍我拍。你干嘛？觉得还没丢够人是吧？你干嘛非要这样对我呢？我再说最后一遍，你给我听清楚，别再跟我提什么离不离开你，也别再跟我说什么宠物二妈是在可怜你，假装仁慈的救济你这种屁话。现在这个年头，每个人中间都隔着个太平洋一样，巴不得离得越远越好呢，没人愿意去管你的闲事儿。我们也没这么闲，我们之所以还脑残的赖在你身边不走，是因为我们在乎你，我们不想失去你，我们就是割舍不下你。没有你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不会再快乐，我们就躲到天边也不会再快乐了。你听清楚了吗？你这个狗屎运好到头的蠢驴，还在这儿玩什么崩溃呀？走，回家。哼。哎呦，你可回来！哎，我估计他就去你那儿了。你怎么让他喝那么多呀？我说是啊，我让他喝那么多。是他。我决定了，从下个月开始，封锁掉冰库鲁一切的经济来源，让他自己出去赚钱去。
算是想明白了，不让他尝尝赚钱的滋味，他就不可能知道什么叫面对现实。必须让他用他自己赚来的钱养活他自己，他才能够知道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脚一直悬在半空，还没拉过地呢，还谈什么跌倒了要学会爬起来啊？今儿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啊？讲讲呗。姓薛的，我告诉你，以后废物、一无是处这种词儿，全世界没有任何人可以在我面前这么骂你，包括你自己。我眼没瞎，我不可能爱上一个废物。谁再敢跟我这么说，我就跟谁玩命。拍完了，你给那个赵文带句话，谢谢他这么有心帮我们家薛洋留住现在这最颓废、最不争气的模样做纪念。过段时间我一定会带着薛洋再请他做一期专题报道，名字就叫重新崛起。重新崛起。身边看着每天都变成瞬间，喜欢独自想象能和你一起分担所有一切，在离开你的时候不知为何我们有一点难过，把一个人的想念当成一种习惯，喜欢就那么简单，不需要勇敢。什么样的喜欢能够让我们握住温暖？只有爱的世界把我们都慢慢变回自己，多想和你之间有再多的明天也不会改变，曾经拥有的每个瞬间，因为有你不再孤单。哦哦，爱是一切，是我们驱动。